哪里的店呀？是他不嘞？你啊？泰国嘞？你啊？不叫你。我住泰国嘞。泰国。外星女星生了两个小孩。在外边叫那个做啊，上东西不对，那个没有了。看来这开始上肯定好。你们离开御姐嘛？办。啥子事情先说？就是他呗。还有个小的星星老小，还是在唱花，跟着唱花。唱花也做得厉害，也做。好的，你不是一样啊？那没继续的，我赚到了。赚到钱了。就是你可以吗？赚到吧。这个要清爽了的，坐过来，坐过来，坐过来。我掉了的嘛。小的，他们两个一样大，几岁子啊？九六年、九七年，哦，九七年，九七年我搞的。另外呢，这个老农，我不想想你农，他都用个锯块呢，锯块老农，一击冻了了呢，几个冬天一过，他冻都是塑料的。拐布绳有没有？啊，拐布绳，这里有人没？这拐布绳要装的你不得了。奶奶，吃饭，来，把吃饭的碗拿过来。这个农村里的那个，农村里的鸡。我还那个了啊。谢谢。对，这个根本吃不到。这个没有的，没有的，城市里都没有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弄点嘛，辛苦。嗯，这家辛苦，辛苦辛苦。真的不沾的，我们喜欢喝这个，奇怪的很。这叫喝了三罐草莓，我连着。
上斤喝的一碗好喝。它这个酒有厚力，一碗的话跟白酒半斤差不多了。这个得很久了，你知道？啊，很久了，很久了啊。祥林嫂呀，还有漂洋过海来看你，就这里拍的。哦，你有没有回到古代的感觉，是吧？嗯，这边照不像。嗯，这边是古老的。嗯，晋王右军，右军是这是他帮他写的字，这样。对呀、啊，那王羲之字嘛，那个等会呢，有王羲之的故宅是吧？有王羲之写报纸，还有王羲之城内馆。里面有来东西啊，啊，开始使用前是那个乾隆皇帝的啊。所以这边是可以坐船，是不是？啊，现在没有船，是不是？哎，那曾经那边坐。给、啊、我照一个。好好好。秦是并称二王的，王献之他是有自己独创字体，其他人都是没有的。我们在这个三星堂里面就可以看到，您详细看见这个三星堂呢，是仿我们那个北京的故宫乾隆皇帝啊，他的养心殿这样的布置的。养心殿里呢有三件稀世珍宝，那我们看第一件呢就是王献之的这个快雪时晴帖了，他的这个书法真迹是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收藏，每隔三个月才会展出的，我是一个复制品。然后您的身后呢是王献之的中秋帖，在中间部分了，行吗？对啊，小费啊，不用不用，谢谢，是免费给您讲解这两个景点的啊。这个是一个独创字体，一笔写诗，他的名字志强，这是他的书法。哦，这是他写的。哎，对，这边跟这边都是他写的，各种字体都有。然后这底下也是，反正落款也是在这边。如果你喜欢，也可以请他写书法。他这个书法不收取他的这个任何，任何都三千一尺。杠共长河。嗯啊。哎，这个，哎，这是你的，啊，这是你人啊，这是金丝汉，这是蔡千余，是吧？他姓叶，啊，姓叶，什么？他是姓叶，叶臣，思维如汉，传家声。叶媛，这媛是，女人，女的，是吧？叶媛千叹，与余美，同心永结，尽叶臣。嗯，啊，一心一。国粹竹心唱华容，尘逢盛世唱雪海，苏山永攀一腾龙。嗯，就玉贤良，薄翠松青照锦裳，应该是映锦裳。照锦裳，映锦裳，好真是。啊，这是亭立霄汉苏藏志，雪海杨波普华章，灿堂玉隐心，伯瑶春风太景明，圆圆云圆雅丽方心软，凤舞九天赴秦军。不要站起来了。全部都拍摄给大家看。随意啊。随意。
舅公。你要叫太公，你还叫太公的嘞。顶太公吗？三个包子豆的。嗯。顶太公的包子。五个豆浆，然后五个西餐。是啊。好，二十块八十八，十五个豆浆三十，一百一十八。今天有解这个三吗？啊？这就是明显的区别。然后红烧红白不红烧肉，你知道吗？借过了。
女的要给他剪啊，女的要给他剪。这个女的就是这边白富。更多哎啊！这比我好有时间一点。量都这么大呀。拍婚纱要瘦一点，只有结婚的胖。到时候您
晚上上去的时候再跟他讲一下，好，出示一下您的房卡就能导航。房卡就行。我知道我现在去看，哎，好看，好看的。这边这头嘛，别上面坐上有一个，就是。潮汐冲击，海口泥沙沉积，夹角内的海湾与大海隔开了，湾口成为了今天杭州市的屏幕，而湾内便成为了我们所处的西部的第一大工程，也是西湖环湖全线贯通，实现观光、休闲、文化相结合的旅游方式的重要特产品江苏。当时住了他的父亲郎姓清规，梁山伯因此十分不轻松。据说就是在这座桥上。西营驿舍楼外楼，各位游客继续，所以又称它为孤山路。到了明朝，为了制造西楼，在白沙岭原来的位置上重新砌石铺山，并且两旁广植桃柳，形成了草木葱茏、繁花似锦的景象。当时称为石井堂，这才是现在来的真正的前身。不先收钱的，一块钱，因为风大凉哎。我也可以把它还完，但是这个风险不能冒，因为它。青菜也打牛羊，番茄不用打牛羊。这干嘛嘛？那个把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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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星期一去搞活动，哟，都是挺好的，啊，其他啊，其他不敢出去。